害怕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不信一头畜生还能赢得了我们。好，真是有趣。飞鸿，这才是真正的狮王争霸。你说最后会怎么样？如果让八国赢了，我大清岂不是颜面尽失？雄狮虽然凶狠，但毕竟是头畜生，不懂得采青的技法。我们已经有言在先，抢到通天青者胜，我们还是有赢的机会。那他们谁的机会更大？谁不让狮子咬死，谁就有机会。宰之！鬼脚七，是佛山无影脚，停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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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佛山无影脚，师父还有这种绝招？你还想搞什么花样？想知道我干嘛？下去问阎王吧。
然是你。飞鸿当你是兄弟，你却如此害他，这口气我替飞鸿出了。飞鸿，不要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不要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飞鸿，飞鸿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带你回家。师傅，走。